AIS Challenge 首席评审唐安琪博士日前带领参赛者去到香港首席舞蹈总监 Sunny Wong 的舞蹈学校 Dance Union 上堂。唐安琪及 Sunny 可谓同门师兄妹，曾经是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成员的唐安琪，当年与陈小春同期 ，Sunny Wong、郭富城、谢天华都是师兄。Sunny Wong 更大爆，当年唐安琪多人追，人气极高。Angel 话：我嗰阵成日去偷睇郭富城练舞，心中只有 Aaron 一个。Sunny 早前在 Ace Challenge 准决赛活动中已经看过部分参赛者的演出，当中包括身材出众的郑纪尧、两位人气男神朱振轩和林浩邦，及曾当选选美季军的徐家颖。而最突出的莫过于年仅12岁的妈女郑宝和郑贝，十足韩国女团的神态和精湛的舞技，连 Sunny 都大赞。另外，参赛者除了用心学跳舞，亦参加了著名歌手魏以山的唱歌堂，相信参赛者在总决赛一定会有好表现。